剧中，罗一舟和赵露思饰演的两个年轻人渐渐走到了一起。接下来，他们的对手戏也是一大看点。小罗这就送上剧透一点。干嘛呀，你吓我大跳，撞疼了吧？娘，你要是再生气了，我今日也在这挂号。你也知道这个医馆，你还吓我。我是医馆，可现在就只有咱俩。为什么不行？当然不行，万一有人进来。没人，还没上班呢。这不行，真的不行。为什么不行啊？刘天，哪儿不行了？啊？你俩是不是？没有。不是你烦不烦啊？啊？从认识你到现在，你那个嘴就叭叭叭叭叭叭一顿乱说，连我的事儿你都在那胡说。